老板娘杀了上百条鱼，就出了这五六斤。你看，有鱼子、鱼泡，都是好东西啊，还没吃过呢。今天咱做个创新菜，十爆鱼杂。先把鱼杂好好洗洗。来腌制一下，葱姜丝，料酒去腥，来点盐入个底味儿，白胡椒粉，抓匀，腌20分钟。鹅卵石鱼都好好刷刷，洗干净。来炒个香料，葱姜蒜爆香，花椒、麻椒、干辣椒，一块火锅底料，豆瓣酱，炒出红油，把石头加热一下，倒点油升温更快，炒的料，冲入白酒，放上鱼杂、开水、小米椒、蒜末，热油。再焖一会儿，熟了来尝尝咋样？好软好嫩呀，入口即化，好吃。哇塞，你看这个金黄金黄的，看着有食欲啊。蘸点汤。这个是真香啊。尝尝这个鱼泡。这个鱼泡又脆又嫩的，嫩尝尝好吃。好。再配上鱼子。大铁板牛骨头。大家好，我是阿东。有粉丝朋友给我发了一个牛骨髓的视频，烤得滋滋冒油，老香了，问我能不能做一下。买了10斤牛大骨，今天安排火焰牛骨髓，都已经封装好了，底部包上锡纸，把刷料炒一下，下入葱姜、香砂、白蔻、白芷等香料，小火炸干炸香，一半辣椒，一半蒜末、豆瓣酱，熬10来分钟，这个香味才能完全出来。调味来点盐、白糖、中和辣味、生抽。哎，对了，早上来个快递，帮我去取一下吧。行。骨头也预热的差不多了。你这买的啥呀？这不最近发现拼多多有个抽福袋活动，据说参与就有可能获得相应福利，有 iPhone 13、MacBook 等苹果系列产品，还有最高1000元现金红包呢。到底是不是真的呀？反正我是怀疑的。今天就来看看我买这个盲盒能开出什么来。哇塞，老铁们，拼多多这个抽奖活动居然真的开出了 iPhone 13，活动链接就放在左下角了，赶紧去看看你们能抽出什么吧。抽中白酒，直接咬着吃吧，没法拿，尝尝咋样？好香啊。看着牛骨髓，香而不腻，口感比这个豆腐脑还嫩，入口即化。太过瘾了，又香又辣的这个酱，这块大，不挡鸡啊，这个是吧？一会儿再下点面。最近有粉丝私信我，在小区里不能出去，特别特别想吃羊头了，问我能不能做，看看有几馋呀。今天安排西北特色美食胡辣羊头，再给它洗一下，给它多擦擦。收拾这个可不容易，一会儿还得洗好几遍。洗净，给它焯下水，葱姜、白酒去腥。把这个铜锅打掉，倒入菜籽油，一勺豆瓣酱、黄豆酱，给它炒干炒香，葱姜、花椒、麻椒增加麻辣味，桂皮、白芷等香料，白胡椒多来点增加这个胡辣味，料是真香啊。冲入白酒，
入清水，调味来点蚝油、酱油、盐、味精、鸡精，到这个炉筒里炖两个小时。光吃这个有点单调，得配点主食。看在拼多多一元秒，先倒鸡汤、肥牛、羊头也好了哦。哇塞，果然是半只鸡啊！嗯，一整只大鸡腿啊，吃起来超满足。这肥牛看着就过瘾呀、啊，面吃起来也超级鲜美，有没有很想吃？拼多多现在一元就有机会秒杀到整箱许润式直线面，快点左下角链接参与吧！尝尝今天的胡辣羊头怎么样？嗯，这个配料炖的是真香啊，大家也可以试试。这块是带皮带瘦的，嗯，浓浓的胡椒的辣味和羊肉吃还挺配。停不下来呀，越吃越上瘾。